亲爱的朋友们，手风琴的艺术表现力呢是非常丰富的，而电子手风琴它的音色就更加丰富了，再加上音效的配合，一架手风琴呢就可以演奏出一个小型乐队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获得第四届意大利国际电子手风琴大赛的冠军王涵之，他将用电子手风琴来演绎中国武术的风采，而且呢，我们将会欣赏到他和少林塔沟武校合作的琴舞长风，一起来欣赏。孩子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也谢谢手风琴的演奏者。亲爱的朋友们，不知不觉零点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新年的钟声马上要敲响。